Hello，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咱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消防车游戏。咱们已经收到了情报，然后咱们要出去紧急救援火灾喽。但是具体什么样的情况咱们还不太清楚。咱们今天开的这个是指挥官他开的车。哇，咱们这哥们这个络腮胡子长得特别帅气，是不是？好，点不上。啊，咱们不管了，冲门右转弯，这门是右转，我刚刚看是右转。啊，咱们等他们一起出来，咱们一起出动。另外，咱们这个指挥车先跑了，他们还没出来，那个就有点尴尬了，是吧？然后他们再找不到，哎，太耽误时间了。哇，咱们这个指挥车，你看小的特别帅气，是吧？你说转弯，然后右转弯。铁棒又得右转了，这七拐八绕的，把头都给绕模糊了，是吧？好，我已经看到这个画的大圆圈了。哇，这个是什么情况？哦，是一个大的土方车出问题了。啊，不是土方车，厢式小货车啊，着火了。啊，咱们这是指挥车，咱们得停在边上，让这些带水高压水枪的这些消防车在边上，因为咱们这个车上没有水枪，也没有水，是吧？咱们不能在前面。但是这些哥们好像就是弄啥子，是吧？我应该走我们边上擦过去吧。他怎么直接停我后面了？不管了，咱们下来看看。先接好水管啊，是吧？直接接水管，因为咱们这个水管还是蛮长的。哦，这个医护人员也下去了。难道咱们这里有伤员吗？好像应该没有，应该有。水枪我哪去了？我这通过水管通过来了，通过来了。然后把我这个全部东西弄好了，然后咱们直接上去救火，是吧？氧气罩、氧气罐，然后把这个水枪给这水管接上，接上水枪，然后咱们就去救火。接上这个头，然后还有拿这个喷洒，这个是今天咱们要用的这个大喷头，这个喷头的话太厉害了，火力非常猛，不是火力啊，水力也非常猛，那咱们得把它套上，非常帅气。好，咱们氧气罩都带好了。一个很大的箱子货车出问题了，看看咱们这个水力，哇，就跟大水泵一样，是吧？比那个小的喷头厉害多了。看这火，马上往咱们这里可以把它给浇灭了。啊，喜欢咱们的小伙伴记得点击订阅或者点按下方的小爱心，给咱们一点小小的支持，咱们在这里给你们抱拳了，谢谢你们。咦，这个火车是咋弄的？为什么
刚刚我明明看要灭掉了，但是怎么已经，浇了这么长时间，它一直在燃烧，是吧？让我们非常尴尬，是落哪样是吧？哎，现在差不多了啊，它只剩下的这些小小的白烟，然后已经不见明火了，是吧？诶，但是你别看它这个白烟还是蛮那个的，蛮顽强的，是吧？好了，咱们这一期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里，喜欢咱们的小伙伴记得点击订阅哦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